环球科技大学是团体三年级的学生，这学期投入斗六市仑通、北德、乌山以及国际乡参省等四个社区的创意包装设计。上午在斗六市仑通社区的活动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。咱也希望讲透过遮物件，咱互学校甲地方上的遮社区互相来做一个结合，来互社区一寡信心，互咱这个物件我都继续去传落去，互咱地方这整体的产品会使更加好安尼。学生依照社区的产业、寺庙景点等在地的特色，重新设计产品包装。其中，斗六市仑通社区的乌糖加工制品，除了名称有特色，还有加入当地的故事。其实是我们这次为仑峰社区所制作的海报。那我们稍微就是以“丰泽味”这个概念，然后是台语的意思，红价比的艺术。所以我是给有跟学生啊讲，咱地方内底都是咱的宗教信仰嘛吼。咱的大年宫是阮庄头内底的一个精神指标啦。甲咱的迄个龙树宫吼，青阿宫是两百几年的历史。社区居民表示，社区的乌糖粿、乌球糖等产品，经过糖厂员工的指导，甲社区妈妈的努力之下，共同研发出来。经过学生的重新包装，看起来更加有价值。咱这次学生甲咱做安尼设计，你感觉怎样？真满意。真满意吼，这图案你水无？真满意。真满意吼。伫像讲咱伫个营销方面，安尼敢有较好？袂歹。非常的满意啦，因为做了吼，安尼价值性计足好个。咱环球科技大厦，咱的王老师的团队吼，甲咱设计咱这包装吼，我相信哦，咱包装甲咱的产品后盖咱也就市了，应该是非常会大家肯定的啦。这次学校甲社区双方的合作，让学生有一个发挥学习的机会。另外，也让社区用心开发的乌糖加工制品，在营销方面更加有竞争力。仑峰跟社区稳赞了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